高尚祝贺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30周年，十几位艺人齐聚，不止王彩华、叶爱玲等人，还惊见综艺教母张小燕。黑色洋装，张小燕现身。11号刚过76岁生日，看起来神清气爽。30年，我想我跟许P是一个，我们从他很年轻，我也很年轻，我们就认识了。虽然是因为生病认识。透露是先生罹患肝病，因此结缘。这也是徒弟黄子佼风波后，张小燕首度接受访问，低调不多谈。而他一开口，满满时事梗。就问便当费。哇，这个比较快乐的。我每次哦，这个早上7点半啊，大家嗡嗡嗡，我去台北市上班。现在回头我都好厉害。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报政治现金，不时风波，郭子乾在，神来一笔。我的影片里就是告诉大家，每一年都要做身体的检查。今天在座很多朋友大概都看过我以前的电视节目。现在我已经离开了演艺圈，我在从事绘画的工作。分享结识渊源，会场也找了小号演奏家叶树涵演出。肝癌手术30年以上的病友们也出席，鼓励年轻学者促进医疗发展，各界共襄盛举。TVBS 的新闻收凤凰平台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